象当中，乐队成立于民国67年，现任教练为包国祥老师。一年来，在教练及各界学生努力之下，参与各项乐团竞赛、观摩表演屡创佳绩，颇受肯定与好评。南港高工一队成立于民国70年，发扬传统校风，争取学校荣誉为队训。近年来结合小型舞台表演，在企业享有盛名。现任教练为吕冠廷教练。南港高工旗队成立于民国96年，通过习武的刚毅气派与英斗之美，使乐队的表演更加增色。现任教练为林玉玉老师。开场一队带来整齐划一的操腔表演，并配合音乐变化不同的队形，接着由乐队美妙的音乐及起舞带来的活力曲目，希望能给大家丰富的视觉及听觉享宴，并感受南港高工乐队